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今天是台湾天龙四面佛祖的佛诞，也是世界性的浴火节。每年这阵的这个时阵，在泰国、甲美国，甚至日本各国甲台湾，拢总是足大足大来去庆祝这个吼佛诞。那么所祈求是智慧增加、能力增加、事业成功、身体健康在外。第零号，各位好朋友，咱民权市民活伫五年前来遮开垦，较早这个所在是一个废地，经过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将咱这个所在变成国际性的宗教中心、国际性的艺术中心。各位好朋友，简单介绍，阿妈真多谢各位善男信女对遮的贡献，甲对遮的这个支持，啊，今仔日。咱的议员林国成，咱的议员陈明普，哦，啊，伊的查囝，哦，这个林玉君，哦，拢有来这个所在，包括蒋万安冇来，哦，来咱家吼，这个好嘞，啊，多谢大家，啊，应该六点半开始啊，咱家有食佛祖饭，六点阁有当献舞，各位亲爱好朋友，简单报告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新的一年会当过快乐，过平安，谢谢。谢谢白隐三人，谢谢。